心两颗星星的感应，就当我看着你眼神已经动心，暧昧也很默契，月偶彩虹的放晴，我想要告诉你就把我抱紧紧，我和你一颗心两颗星星的感应，浪漫不要停。怎么还没弄好？我来帮你吧。你的姓名和转角是你，你的呼吸甜得如蜜，耳边的秘密。看你远去，我在原地等一场大雨，微笑哭泣混着雨滴，假装有勇气。时光去不回，初夏的雨跟随，成长的体会，懵懂的对白，最难能的可贵。那是没学会如何珍惜面对，窗外的蔷薇，看着年少的我们。来吗？没有的话我们开始吧。我最近时间比较紧，既然答应了来帮大家辅导，那大家有什么不会的问题都可以问我。嗯，我有问题。星泽，这道题我不会，你教教我吧。这道题很容易错，我先给你算一个。先这样算。嗯，明白，谢谢你星泽。不就是几道数学题吗？有什么了不起的？你这么喜欢跟林梦瑶一起补课，那就祝你们一起考清华吧。要是不想考清华，想考北大。完了，他不是听见了吗？今天没能辅导你功课，不好意思。没什么。你一个人辅导那么多，也忙不过来吗？你可以回去，把不会的题整理一下。如果你明天有时间的话，我可以单独辅导。真的吗？怎么了？没时间啊？有时间。那就明天上午9点在老地书店。来。上来吧，我顺路。送你回去。啊，上来啊，愣着干嘛？哦，快来快来，每天来发自拍，发呆发呆，度过无聊的夜晚，计划未来不如争取现在，整装待发，任意门打开，快走开，要公主脾气。周末一般都干嘛？写作业吧。你呢？看看书，看看巴菲特，听听音乐。巴菲特是谁啊？巴菲特是全球最出名的投资家，你是我的偶像。哦，原来平时还研究股票啊？偶尔会看看。来了，坐吧。你先把练习册拿出来，翻到第23页。因为 ，phi a
等于三分之根号二大于零 ，a 是钝角，于是一加上 范 的平方。